前方的搜救人员冒着生命危险去救人，而后方的百姓呢，也想尽一份力。一位餐车的老板娘把自己的餐车直接就开到了救灾现场，就停在了太鲁阁救灾指挥中心的前面，让救灾的人员和灾民们免费享用，当作点心或宵夜。在这边能尽量的物资，因为有限，所以我们尽量可以提供方便的食物让大家，不管是救难人员或者是这边的灾民都可以来，无限就是免费享用。高雄来呢？对。哦，歌勇哎。谢谢谢谢。今天啊，都一样的吗？对，都一样。哦、谢谢。那、如果想吃辣，这边有辣跟香菜可以加。哦，为什么？有晚餐。不要这样，那这个我这么有爱。那个这个我们会过来吃的，也放心了。